可能没有一个买得起。哦，有七块，这绝对可以的。七块，哇哦，哇哦！谁说乌苏斯的底不能用面？你要当下一个蔡阿嘎吗？哎，我有个一块的东西，我突然想到。什么？你跟我买好了。哦。一个小包，其实批发价两块。欢迎各位回到烽火烧厨房。我感觉我们应该要有个动画，就是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。Hello， 各位，欢迎回到《烽火烧厨房》第二期，我是胖虎。竟然能拍两集！好，那我们一样，这集我们给不知道人简单说一下，我这边有个转盘，它有一到二四的这个数字，这边有两千，也是一到二四的数字，一个千决定的是价钱，另一个千决定的是料理，然后这个钱任何金额都有，有可能一块钱，也有可能三千块。假如说我弄了一个什么和牛啊那种，然后我转到100块，我用100块想办法生出和牛。各位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启动。12在这边，我们来揭晓答案吧。我自己先看哦，我自己先看哦。超帅，超帅，超帅吧？50块，50块怎么拍？现在做什么动作？对对，做什么？我觉得唯一有机会的是生鱼片。我们先转吧，转了再想怎么做。拜托拜托，好运来到我身上吧。4号，来了，我一样先看哦。来先看。12罐握寿司。哇！神抽，神之运气，好了，各位，来做我们今天的料理，12罐握寿司。10块怎么做啊？要来到老全联啊，熟悉的地方。但没有，不可能，没有一个买得起。哦，有七块，这绝对可以的。7块，哇哦，哇哦！谁说握寿司的底不能用面？你要当下一个蔡阿嘎吗？哎，我有个一块的东西，我突然想到。你跟我买好了。哦，一个小包其实批发价2块。哇，好像还行哎，这个可以耶，魔芋爽。魔芋爽。好吧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先找到了这个干嘛点？这种老牌的杂货店里面最多奇迹了。进去要超热情，跟老板打招呼。嗨，早安。哎，那个你们这边有单纯卖米吗？有一碗米之类的。出去看到东西啊，那个龙顺那一家就是，那也是杂货店。哦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先逛一下，有什么宝藏？有，我们有海鲜了。10块。5块、10块，这种豆子把它当作是那个贝软 ，OK 吧？4块，15，你猜多少钱？28。好了，我们剩28块。28块解决你。在过去，右手边有一棵榕树，然后榕树，然后嘞，他就有卖。对，没有问那老板，不可能知道这边有卖米耶。对，这个白米批发。哎呀，白米批发，原来这里有。打电话暂停这边吗？这边，你好，请问你们有卖批发白米的？有卖那种便宜的吗？就比如20块、10几块买那个可能一碗米的那种。最少1028。因为那个最近在练习煮饭，所以那个只有一点点钱。半斤可以吗？可以的。13块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抱歉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完成。完成。我没想到最艰难的完成，我们剩16块。我觉得16块去市场最有机会的。有海苔最好啊。或者是我们拿那个保鲜膜的餐具，然后先放。嘴巴咬什么东西啊？鱼肉，鱼，哎，去，跟他抢，跟他抢。大姐，你的这个菜包怎么卖？啊，你要买几块？你跟我讲。5块、10块左右卖。至少10块、15块了。5块要怎么卖？6块，好，6块，六块。6块。可以，6块小炒分就好。谢谢。菜包我觉得很棒。1片20块。对。10块钱有机会吗？买10块钱很小分量的。快就好了，对，我怎么包给你？我们居然真的10块钱可以买到这样，老板人真好，还送了酱油跟那个萝卜丝跟 wasabi， 超大一坨，超赞，50块全花光，再去说说看吧。非常的完整，这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示范。好吧，nice， 会了。你有买醋吗？经历了千辛万苦，50块的食材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哎，我没有想到可以有那种高级感，就是五十块
在能够有这么多东西，其实蛮意外的。好啊，我们大致上实在在这边，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胜出十二道吧。第一步，一煮米，洗米过程。我觉得 Fred 运气要学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来一个 Fred 学不了运气，来预备。是谁住在深海的大风里里？你们不觉得听到这水声会想要尿尿吗？知道怎么剪了吗？来吧，启动！好，各位，我们一个小口诀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饭已经差不多冷却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来把饭跟醋还有盐跟糖做个结合，来弄一个寿司米，然后再静置个15分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50块的12罐寿司。还要再静置15分钟，我们已经从天亮开到天黑了。我们饭已经处理好了，我们第一个食材是用最正统的鲑鱼寿司，好，沾点手醋让那个不粘饭。等下谁要吃？我都洗过手了，一个球的大小，然后我们的这个鱼。我差比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弄过来，然后小洞。第一罐，我们的鲑鱼末寿司。第二个寿司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菜末寿司，粘一点点的小芥末，然后把菜末鱼一样涂上去。我们今天要做的事，就是我们把想象这个菜末是我们高级食材。我们今天抱着悲观的心态来做的料理的话，我觉得一定都会不开心的。我也是抱着悲观的心态来面对你的晚餐。我们的第二罐，那为什么看起来像咬一口传统饭团？上一罐呢是今天比较特别的料理，魔芋爽寿司。我最期待这一道。对，其实这道看起来是不是会比较好吃一点点？哇，好像海胆哦。我们第三罐魔芋软寿司。我们的下一罐呢？豆豆寿司。豆豆寿司，你们有看过海葡萄吗？这就是台湾版海葡萄。饭观众一定没有听过海葡萄，因为那是高级日料才有的。我哥就是平常都是吃高级日料。我没有。这个寿司充满价值。下一罐其实。它就是我们的那个黑尾鱼上腹肉，从哪里看出来是上腹肉？来，这个就是黑尾鱼上腹肉，我们第五罐。我可以先吃一个看看，我想吃吃看菜的寿司。哦，干，还不是我饭很成功哎！我其实很常吃寿司的人，我感觉我去了真的高级日料店，然后那个我饭下去的时候其实是有高级感，但是咬下去是菜包。我给你弄一个，你就懂了。太好了，你知道如果我是寿司店客人，我听到这个不啾不啾的声音，我可能会吃不下去。来吧，今天阿斌是我们第一个 omakase 的客人，这是你的菜包寿司。阿里哥多ございます。嗨，お疲れ。最近吃的不会在厕所待很久吗？不会。就这样子。你来吃包子，来吃包子，来吧来吧，我们第一道主持。哇，那个挤人的声音是啥小？我跟你讲，听到这个声音就不会想吃了。来，师傅这样可以吗？就上猪肉。嗯，那个寿司的味道有出来，然后你可以吃到它米饭的软，带着鱼片的干。哎，不要，等一下，下一个人，下一个人。我给你吃一个我们的另一道新料理，哎，坐坐。美国人，美国人，他是美国人。哎，美国人是不是？对对，用英文讲话。America's best. Neither 必须。No no, it's not fish, it's like a. 我这边用中文讲，这个是海葡萄料理。Sea grape. 哈哈哈哈哈哈。这个确定是人可以吃的吗？真的真的可以吃，你吃吃看。这是我们的台湾海葡萄。你把他吓到讲出中文来。对，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真的真的，信我一把，信我一把。OK. Your feeling， 怎么说 ？Feeling， your feeling。What？ 魔芋其实我挺期待的。那你要吃吗？你起来吃这个魔芋。来，走走，来吧。那这是今天我们的招牌，还有一块菜包粘在这里。哪里？没有，没有菜包。我们只有这一块。我跟你讲，有上日本料理店。厨神，厨神，厨神，来吧！我们今天这一罐干泡面寿司，阿斌来吧。好大口，好大口。
怎么了？吐掉，不好吃吗？这样可能要煮过才能吃，这样有点太恶。来吧 ，OK， 来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煮泡面寿司，不用特写了吧？好丑啊！好吃吗？不好吃。我试看，我试看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我的分量，它叫做那个梅杜莎，梅杜莎，梅杜莎，梅杜莎的愤怒。你不会觉得难吃，但是它会很分开。我们试试看煎的，我觉得煎的硬硬的会好。OK， 冷静下来的梅杜莎。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这还不错哦。哎，还不错，我是不是有天分？因为我去日料打工，他们会说我。对。哦，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道菜，我可以沾酱油好了。低配版。来吧，怎么样？好吃啊！真的吗？这个东西不可能难吃啊，它本来就是寿司上面的东西。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料理，只要你有心，它就会站起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。真的要把它吃下去吗？对。跟他配合，怎么样 ，Michael Jackson？ 不差。我没有什么食物。那就换我当客人。来，同学们，来。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寿司哈，是我们店的招牌，我们取名叫做“天使的赠礼”，意义就是说哈，你吃起来会跟上天堂没有两样。谁说他那个？他没有住喷住，哈哈哈！这个就是他住在那边那么久的压抑吗？来吧，天使的赠礼。10块钱捏出日本高级日料 omakase 的感觉，来吧，阿斌，我们的客人味道怎么样 ？Let's go！ 来，各位观看，如果你们还想看到什么料理的话，也许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。等下按赞第一名的，我们下次放那个东西进去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哥哥。啾！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